阳台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这是要砍甘蔗吃呀？对，你看这多少甘蔗啊！哦，随便砍，今天我请客。你知道我喜欢吃甘蔗？对啊，我肯定知道。刀也没，刀也没整个呀，没刀呀。随便掰。哇，那边还有好多。哎，别看那边的，这里的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这，这已经砍过了呀。这下面有没砍的嘞？你没拿刀吗？又不是我的，我哪里拿刀啊？不是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呀？请我吃甘蔗。那我那么大方的、啊、那个叔叔刚刚都跟我说了，他说随便吃，你知道吧？随便吃，随便吃，反正这个田里的你随便吃，那边的你就别看了啊。爸爸，他说这甘蔗随便吃啊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，我跟你说，牙子。等会儿咱俩把这些这么多这些全部砍了，用你车咱们拿到街上去卖，20块钱一根。不是，你看吧，他在那，快动手嘛。卖20块钱一根啊？啊，那我搞他个砍个，你早说嘛。我的车过来的，你早说，我把厂里面那装。对。啊？你大风一吹，直接到了天山那走。哦。就直接这样走，那是咋了？一年呢，收入都没得了。哦。农民好不容易哟，哎呦。不是，我刚还说，把人家的不要了，把人家拿去卖。这杆子苦，真的苦。其实这样的，他这不是全部弄了这个棚子吗？嗯。那风一吹，这棚倒了，这些全是喂牛的。喂牛的。反正喂牛也是喂，喂羊小柴也是喂呀。行，给我等着。不是你干啥呀？是你去干嘛？不是不甜吗？芽菜。
这不是喂牛的吗？你不是不吃吗？我只是尝一下呀。哎，你甭管我了，你管我，反正我不管，我一会儿买甜的。这么多你不要，你要去买。我不能跟人家的牛抢食啊。是啊，不能跟牛抢食，你现在吃的啥？真要去啊？你付钱啊？叫我去买，就你要买，你这不让我出钱，你心里不高兴是吧？啊？谁让你欺负我？谁让你说我喂牛的牛？那不能怪我，那那么好的甘蔗你也不能浪费啊！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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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三，我只付两根的钱，我走了。